我有一个男朋友，他有啲特别，他是一位 idol。我唔会，我唔系佢 fans， 佢真系我条仔嚟噶。你都有资格玷我 BB 咩？喐佢，唔系啊，唔系啊 ，BB，BB，边个俾你玷佢啊？唔系啊，唔系个 fans 啊，唔系啊，就系咁，每一次拍拖都系咁嘅样。点啊？上咗嚟啦，边啫？边有啊？得个自拍啫。吃饭未啫？你落去先，我转头过嚟。好啦。小姐想吃啲咩？好，唔该。我想要一份。点解你要咁做啊？你听我讲，我都唔想。咩唔想啊？食个饭啫嘛，扮鬼扮马。我太红啦，如果俾啲粉丝知道，佢哋会攻击你噶。我咁样做，都系为咗保护你。快啲食啦！我哋得十五分钟咋？咩十五分钟啊？我哋今日周年纪念喎，十五分钟点够啊？平时五分钟，今日十五分钟俾多你噶啦，系你先值得拥有呢十五分钟。嗯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呢十五分钟噶。系，每一次我发嬲咧，见到佢咁嘅样，我就嬲唔落噶啦。虽然系好乸型，但真系好乸型啊！今天我哋周年纪念，有冇准备礼物啊？笑死，一早准备咗啦。多谢你啊 ，B B。咩意思啊？呢个系限量版，仲有我亲笔签名，普通 fans 冇噶。我唔系你 fans 啊，我系你女朋友。我只不过要一段简简单单嘅恋情，咁都唔得咩？六七要追，换衫先。唔好走啊！等阵先啦。卡芝麻。唔好意思啊，呢位女士，我有啲忙，唔方便影相。我认得佢啦，又系上次个八婆又犯咗我哋 B B， 喐佢啦，肯定系未打够，真系。唔好啊，姑姑拜拜。B B。你是偶像和我之间隔一个。不过我为了不要再对不住他，我愿意为了他放弃我的偶像生涯。 BB，
我已经没做 idol 了，以后我们可以光明正大地拍拖了。我有一个男朋友，他有点特别，他曾经是一位 idol， 现在是一个过了气的 idol。 我开始怀念过去的日子了。咩嚟噶？周年快乐！啊，你都快乐。又系呢啲啊？限量版嚟嘅，出边冇得卖。啊，你开开开。点解嘅 ？B B 啊，执下你个样好唔好？你睇下你个鼻，啲毛孔又大又污糟，入边全部都系啲黑头粉刺嚟噶。五年啦，俾我帮下你啦，好唔好？嗯，乖呢。用这个 Biolay 毛孔清洁鼻贴的独特配方，只需要15分钟，一次过将毛孔入边的黑头粉刺轻松咁样连根拔起，又唔会扯到啲毛孔，冇晒啲污糟嘢，毛孔变得干净唔明显。一个礼拜用1到2次，可以改善毛孔粗大嘅问题。我俾你15分钟搞掂佢。15分钟咁短？算长噶啦，你自己得嗰5分钟就唔出声啦。你用蓝嘅加大版，我就用呢一款细版嘅。你啲世都冇离开我，好唔好？就系咁，佢又复出啦，但系今次我准备有啦。